在二零一五年，一名身材微胖、比较矮、身价二十亿的老板来到国内一档知名度很高的相亲节目。男嘉宾一上场，自我介绍说：“大家好，我刚满三十岁，是一个正在创业的创业青年。目前的工作就是在热闹的街道摆摊卖袜子，附近的朋友都叫我‘袜子大王’，因为我向往自由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父母的关系，我就想着去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。今天抽时间来到这个相亲平台，就是想能找到一个漂亮、大方、思想独立的女朋友。” 男嘉宾的自我介绍刚说到这里，台上的灯就灭了十八盏。六号女嘉宾连忙问男嘉宾：“你不觉得自己没有未来，没有上进心吗？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先不说你的收入了，你竟然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，还好意思来这个相亲舞台来相亲？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吗？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我在想，是你无知呢，还是说你脸皮太厚了呢？还是说你没有脸呢？”面对六号女嘉宾的话语，男嘉宾听后连忙说：“我并不觉得你说的那么没出息。也许你觉得我只是一个卖袜子的。” 没有你们的职业高大上。虽然说我现在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，至少我没有故意去隐瞒任何人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我这么年轻，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。再说我现在自己创业摆摊不好吗？并且我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我每天靠着自己的双手努力赚的钱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按照你的说法，什么样的工作才算拿得出手呢？难道是每天穿着光鲜亮丽，背着名牌包包出入高档写字楼吗？我认为大家不要看不起任何职业，每一份职业都有其存在的价值。 大家只不过是选择的方式之不同而已。六号女嘉宾听后又对男嘉宾说：“你说的每一份职业都有其存在的价值。话虽没错，但是现实就是现实。在我们女生面前，首先就要考虑物质为基础的保障。像你现在的条件，只能用什么都没有来形容。作为一个年轻人，难道你就没有考虑过吗？如果交了女朋友跟你在一起了，你拿什么去满足她呢？还有，看你现在的情况，你应该换一份像样的工作才是。因此，爱情都应该是建立在物质充足的基础之上的。” 男嘉宾听后带有一些情绪说：“看来六号女嘉宾是很现实的人啊，说的那么有理有据啊。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现实的。还有就是我这样的工作又怎么了？怎么就变成了你口中的什么都没有了呢？我不否认我现在是暂时没车没房，可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我得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实现的吗？因为无时无刻都充满了未知，说不定过两年我什么都实现了呢。就像那些大富豪一样，刚开始人家创业的时候还不是一无所有，从打工开始创业。” 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什么都有了。三号女嘉宾听后怒对男嘉宾说：“你怎么就能断定以后会有创业成功的那一天呢？像你这样的没有上进心的穷小伙，本姑娘见怪不怪了。你说说，你没钱也就算了，也不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努力上班，至少还能算安稳，还在这里拿富豪做比较。就你现在这经济能力，你知道土豪是什么样子吗？还到这里大放厥词。不过男嘉宾，你也不要太失落，这不上帝还给了你留了一张俊俏的脸。”三号女嘉宾的话刚说到这里。 台上的女嘉宾听后却笑了起来。主持人见状，直接对三号女嘉宾说：“大家都是来相亲的，要和平沟通，不要说的那么难听。刚才男嘉宾也说过了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要努力去做好每一个行业，都有成功的可能。我们对每一份职业都要用平常心去对待。”三号女嘉宾听后又对男嘉宾说：“既然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，可以说你的目标和发展规划吗？总不能就是一直摆地摊卖袜子吧？”男嘉宾听后自信满满地回答说。 我知道大家对摆地摊这个职业有些偏见，觉得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。不过风险与机遇总是对等的。根据我这么多年摆地摊卖烧烤积累的经验，我对这个市场的行情还是比较满意的。还有顾客的需求和消费心理预期有了一定的认可。对于以后的创业理念，我想首先找一个踏实上进的女朋友一起努力。以前我的想法不一样，想着是先立业后成家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看法有所改变。再加上考虑父母的原因，还有各方面的压力。 后来就想着先成家再立业了。再说一个人单身时间久了，有时候也羡慕别人成双成对的那种，两个人互相照应，一起努力奋斗，总比一个人要好很多，不是？因为创业的艰辛肯定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有一个人分担一点更加有信心，难道不是吗？二十号女嘉宾听后连忙说：“男嘉宾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我现在还是有一些疑惑。按照你现在的年龄来推荐，估计你干这个行业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再根据你所说的，对顾客心里都有了一定的了解。” 我想说的是，既然你经验这么丰富了，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实现呢？这难免不得不让人怀疑你的能力有问题吧？男嘉宾听后愤怒地对二十号女嘉宾说：“看你的谈吐和气质，本以为你跟那些现实女生不一样，没想到万变不离其宗。本来还对你有一点想法，现在看来你还不如刚才那几个直截了当的物质女生。虽然她们物质，但最起码不会拐弯抹角，不像你这样有心机。”二十号女嘉宾听后脸色都变了，面对愤怒的就把灯灭了。 此时台上的二十四盏灯全灭了，男嘉宾见状并没有生气，而是礼貌的和主持人握手，便转身离开了舞台。此时主持人面对幽默，对台上灭灯的女嘉宾说：“男嘉宾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原来男嘉宾早年靠着摆摊卖袜子白手起家，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创建了几家属于自己的鞋袜加工厂，资产已达二十亿。”主持人话刚说完，台上那些物质的女生听后一脸无奈，后悔不语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支持。